那郭宏志在场上练投了一胜五败，那一胜就是在生涯第一场担任先发，打败了大，也是非常年轻，插棒界外，而且被打击率也高达333，郭头啊，刚走 Gonzalez 今天必量坏球，这个球有没有出棒？问问一连胜说出棒，没有好球，两变化球走跑了一指，又是一个变化直球，但这个有内侧变化球打得挥棒落空，遭到三箭出局的是 Jackson， 郭宏志投出了这是那些的滚地，因为三手失误而上，这个球阻止三垒有跑者偏低，这个球两出局，二两再垒，这个球平，身高是 Snyder， 这个球走，这个球还是一个傻，这个直球三振出局，主审拉弓箭，郭宏志所投出来的第三个三振，这个球出棒，又是个变化球，这个球好球没有出棒，94英里的快速直球进垒，这个进了一点真的是完美无比。变化球走内侧，这个球挥棒落空，结果昆廷这次也遭到三振出局。这个半局，郭宏志不但让对手三上三下，插棒界外。我没想到，雷邦尔南德97年先发了17场比赛就拿下9胜，而且那年让他跟着马林鹰队以外卡进入到季后赛以后，表现非常出色。这球打成了左边方的飞球，打得非常深远，非常高，非常远，打在左打墙板上反弹回来。现在郭宏志通过一垒上到了二垒，哇，这球差一点点就形成追平比数的阳春全垒打，生涯在大联盟的第一支安打，打相反方向打的是结结实实。差一点越过了全垒打墙，左外手追到一半就开始放慢脚步，因为他知道追不到了。还有这个球是打在墙板上反弹回来，生涯的第一支安打出现，这个球要不要带？这个球又挥棒落空，挡到了败阵。这个球挥棒落空，遭到三振出局。郭宏志还是维持一局至少一个三振，现在投到第六局，他投了6个三振，现在是两出局了。这球又是一个好球，挥棒落空，三振出局。郭宏志投出了第7个三振了，也结束了6局上半。现在再回到 Dodger Stadium， 看郭宏志啊，他已经投了7次的三振，他生涯最高是8次三振。那现在第7局应该可以啊，直接面对的是 Stephen Drew， 漂亮的变化球，这球挥棒让 Stephen Drew 也尝到三振之味，郭宏志已经追平了他单场最多三振的记录，投出了第8次三振，而且最近是连三 K 啊，前一个半局的两个出局者，最后两个出局者都是遭到他的三振，所以他连续三振了5棒、6棒跟7棒，决定全部几乎都要用了他最主力的三位先发投手，就是 Maddox、Penny 以及Derek Lowe。那只有一场比赛排不出来，因为 Maddox 跟 Derek Lowe 都必须要只经过3天休息就要再度出场，但就只有下个礼拜啊，台北时间礼拜六早上那一场是没有任何人可以上来主投。那场比赛现在看起来就是属于郭宏志，突然来了一个这个慢速的变化，响尾蛇队的进攻，郭宏志这场比赛先发正好用了100球，投完7局只掉1分的非自责分，双方还是1-1平手。投了105球，还在场上继续投下去，我们看郭宏志正好投100球，7局被打4支安打，掉1分，还是个非自责分，两个保送，所以今天依旧是投得非常出色，这样的一个投球内容当然应该是有资格成为胜利。